喂，hello！今日开箱之前呢，小弟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睇法，就系各花入各眼嘅。咁有时候小弟会觉得一只 figure 系几好嘅，咁但系其他师兄觉得唔掂。又调翻转，有时我觉得只 figure 系完全唔掂嘅，但系其他师兄又觉得 OK 喎。咁呢个绝对冇问题嘅。点解咁讲呢？一阵间你就会知道噶啦。言归正传。咁今日我哋开箱分享咧，就系 DID 厂出嘅哪吒魔啊！咁如果你系超过40岁咧，就应该对佢非常之熟悉噶啦，因为就系当年嘅占士邦007。呢只咧原本我冇订嘅，但系见咗实物几好咧，就揾华人闪帮手。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可以去 Facebook 加入佢嘅团购。今次呢只 figure 个头雕系一个亮点。如果你喺80年代有睇过《铁金刚大破海底城》或者《太空城》咧，咁呢只figure 咧就百分百还原咗当时嘅哪吒魔啊啦，绝对系正嘅。可能哪吒魔啊个身形比较横少少啦，咁 DID 咧就帮个 body 着咗件背心仔，叫做斩翻阔少少、大少少，咁着起衫嚟会好睇睇。咁第一阵我会话你知咧，其实咁样个效果咧都系非常之麻麻。咁始终个手都系瘦。即基本上是有点不成正比例的。不如跟大家看看今次这个 figure 有什么配件，其实在眼前一眼看完的了。首先帮哪吒魔换了一套西装先。换了一套西装了。他那件粒衫就放在旁边的。首先讲一下底座了。底座虽然是金属，但是呢它的设计就较为原始一点，好像是80-90年代美国兵人那些头的粒衫，粒衫没什么特别。跟着呢就它有两支枪，其中一支就是 Water PPK。 如果你有看过007电影呢，都知道是007专用的配枪，口径小但是方便和精准，可以退膛的。 focus 一下先，看到都算合格嘅。咁跟住另外仲有一个额外嘅弹夹，咁其实佢又冇地方即系个弹夹俾你，我都唔知系为乜。咁嗰个之后咧，佢就有两只手嘅。咁我谂呢只应该算系揸枪手，但系睇翻啦，其实佢咧系一个拳头手，跟住解开只手指俾你嘅。另一隻你看看，我要揀自己撬開隻手指去揸槍的。即是今時今日你出啲咁嘅貨俾人，我真係覺得你會唔會求其咗少少啊？如果你唔識嘅，你去 hot toy find 人隻揸槍手都得啦。你做得呢個揸槍嘅，點解唔可以俾揸槍手人呢？呢個真係非常之非常之失敗。仲有嗰啲膠都係硬硬地嘅，所以咧，我之前攝把槍入去嗰時咧，都攝到我隻手都痛啊！佢另外有一個槍套咧，係俾你著便服嗰時掛喺膊頭度嘅，係啦。咁其實佢係一啲仿皮，但係一啲係類似係
紙質嘅物料，咁嗰個夾位咧，我頭先一攞上手咧，已經斷咗爛咗啦！真係呢個品質真係非常之非常之差。講完個槍套就當然講支左輪啦，咁又一把火嘅，佢嘅原意係好嘅，做一個金屬可以退膛可以轉嘅左輪，但係咧佢啲物料咧就 cheap 到死。第一佢唔會固定啦，第二我戴上手嗰陣時一多兩粒咧，嗰個鑿心斷咗添，你睇下啦。與其係咁，我情願你做一把硬膠嘅左輪俾我算，最少唔需要咁麻煩。其實喺威龍嘅年代都已經有退膛左輪嘅手槍啦，有咩咁難啫？你自己又要整金屬，啲金屬又唔夠硬。搞到我而家又要翻手執，真係非常之失敗。嚟到呢度咧，又係時候做個總結啦。咁你眼前咧就見曬依一個 figure 所有嘅配件啊，同埋裝備啦。咁如果你問我依套嘢抵唔抵買咧，咁依套嘢咧市價都1500多嘅。差不多 Hot Toys 的價錢，咁俾你揀，你買一隻 ED 定買一隻 Hot Toys 啊？我想都唔使點解釋啦。其實我之前都有買過 DID 嘅 Speed 同埋依個特種部隊，其實唔係咁差嘅。唔知道依只係咪要俾 license 費用嘅關係，所以咁貴？睇下啦，我嗰只 Daniel Craig 同埋 Pierce Bronson 咧，副雖然係副廠嘢，但係得800多就有啦。咁你諗下，你睇下相對下。你會不會俾得8水買只羅針魔啊？攞個爛鬼咗啊，同埋爛鬼粒衫啊！我個人覺得唔會咯。今次咧真係中曬福啦！但係鬼叫我係詹士邦粉絲咩？希望快啲出埋新康立地，咁就可以齊腳啦。喂，羅針，聽講今期個詹士邦唔再拍喎。Well, yes.咁我哋咪有機會可以諗諗佢喎。喂喂喂，我話唔拍啫，但係有錢我都可以拍多一集㗎。你哋慢慢等下先啦。